再回家的路上。智障啊，白痴啊，有同学成绩是拿木板，好欺负吧？成绩差弄盘面之类的，打下去真的蛮痛的。想要学开车吧？有远的地方我都愿意带你去。我是来自台湾新竹的曾玉成，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勇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目标是30岁前减到60。就请他们不用担心，即使未来他们真的走到那一步了，也不用担心我会自己想办法活着。